好，那就是简单讲一下今天的一些进度。那最主要就是说有写了一个简单的安装说明书在，但是其实也没有很简单，就是反正先下载，然后下载以后呢，开了那个档案，把它就是加自定功能区里面把这个句子加进，就是开个群组，然后把它加这个 icon 就是加进去。对，那反正最后就会出现在这里，就是 Excel 上面这里。好，然后最主要是还是要 demo 一下，说今天大概做了什么。等我一下，好，那像就是这是一份就是应该是社会局的低收入户的资料。那它就是我们如果现在目标是先，因为它可以看到说它这边上面是有就是这个注解栏是不需要的，那像它有些合并储存格问题是不想要是要去解决的。好，那现在的话就是说你可以选择说只转一个，或是说你要整个工作表都转，那我们先整个工作表都转的话，好，先转一个好了。哦，小背景这只是一个很没有意义的笑，那个这只显示说这是一个用 Bruce Voss 写的，就是一个非常 DJ algorithm 而已。好，那他转完，转完以后就是讲，就是说刚刚那个最上面的跟最下面的注解列会被删掉，然后合并储存格问题是会，他会把那个拆散然后放进下面。那另外也可以选择，就是说全部一起转，那就是更多的，就是好疗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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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能真的有病吧？转不完，因为他从2013还多少，反正到2000到1999差吧，有点多。两千年了，还有战舰那个。好，耶，转完了。好，那它就变，全部都变成是这个样子，它全部都是也是。好，那这是原就是之前的部分。那另外今天就是好，就是 Running 有，就是他有那个嘛，今天有跟我说他用网页上是直接把，就是很假设我每这个 case 是说我每一个页都是独立的，要产生一个工作表。那 Running 呢有一个是说，我可能我直接开个档案。就是说，他现在可能是每一个工作页，它是资料内容都这些都是类似的，就是说包含都有这个名称啊、地址、电话，然后时间，然后注意事项等等。那现在目标是说把它全部都合并在一起。对，那这边是用另外一个，好，那一样可以选择。那这边 Ron 有建议说，可以选择说要不要在第一栏就是加上那个工作表的名字，因为他说可能像是有些这边已经写基门线，那他后面的地址就未必会把基门线给标出来。好，那我们先选否。好，那他目前成果是这样，就是说他前面就是只会就是不会有那个工作表的名字，他就只会原本的资料。对，好，然后那如果选四的话，对，那前面就会把那个工作表每一个都加在最前面。好，那最后成果报告其实还是有一个目的，就是想要跟大家说，就是目前我这个环境都是还是 based on 就是 Windows OS， 然后 Microsoft 的 Office。对，那今天有去跟人家借了 Mac， 然后不知道好像是反正就不是 Microsoft Office 里面的试一下，然后就卡住了。对，所以我需要更多的就是白老鼠，然后来测试说到底说不同的 Office 啊，或者不同的 OS 到底怎样才可以确保说它都会 work。 对，好，那这部分就希望大家未来可以再继续多帮忙，谢谢。
血氧机，看这个应该很疗愈。感觉刚好是。